艾迪克来了。哇！好来，两边都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两边等等，好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现在今天赛由我们右边这边先暂时领先，第二棒黄金选手，加油！左边这边也有机会。发生了方块 cut 事件。我们右边这边的最后一档林哲坦选手，以单手来对决我们左边这一队。这种不要输，就不要输，单手吧。哦，我们右边这一个队伍取得一胜，以2-1获胜。然后左边这边也不用放弃，我们还有白布。